状交缠，为之蓬蓬和尚。唐天策万岁中，天后召入殿前，仰视天后，良久曰：“会魔？”后曰：“不会。”师曰：“老僧持不女戒。”言气而出。翌日，尽短歌一十九首，天后懒而加之，后加四赖，师皆不受。又令写歌词传布天下，其词并敷衍真理，以景十足，为了原歌一首盛行于世。松月破道堕和尚，松月破道堕和尚，不称名士，言行叵测，隐居松月山雾有妙甚灵，殿中为安一道，远近祭祀不辍，烹杀物命甚多。师一日领侍僧入庙，以杖敲道三下曰：“多，此道是泥瓦何成？圣从何来？灵从何起？”任魔烹宰物命，又打三下，道乃清破堕落。须臾，有一人青衣峨冠，设拜师前。师曰：“是甚魔人？”曰：“我本此妙道神，久受业报，今日蒙师说无生法，得脱此处，生在天中，特来致谢。”师曰：“是汝本有知性，非吾强言，神在里而没少选。”世僧问曰：“某等九世和尚，不蒙智慧，造神得甚魔境智，便得升天？”师曰：“我只向一道是泥瓦合成，别也无道理为一。”世僧无言。师曰：“会魔？”僧曰：“不会。”师曰：“本有知性，为甚魔不会？”世僧等乃礼拜。师曰：“堕也，堕也，破也，破也。”后一封禅师举四安国师，安叹曰：“此子会尽，悟我一如，可谓如朗月处空，无不见者，难够一语脉。”风问曰：“为甚甚魔人够得他语脉？”安曰：“不知者，时号未破道堕。”僧问：“物物无形时如何？”师曰：“理即为汝非我，不理即为我非汝。”其僧乃礼谢。师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转物，即从如来。有僧从牛头处来。”师问曰：“来自何人法会？”僧近前插手，绕师衣搭而出。师曰：“牛头会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师上，兼插手而立。师曰：“果然，果然。”僧却问曰：“应物不由他时如何？”师曰：“争得不由他。”曰：“任魔则顺正归元去也。”师曰：“归元何顺？”曰：“若非和尚，几错招迁。”师曰：“由是未见四祖时道理，见后道将来。”僧却绕师衣搭而出。师曰：“顺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礼。又僧侍立酒。师乃曰：“祖祖佛佛，只说如人本性本心，别无道理。”会去，会去。僧礼谢。师乃以斧子打之曰：“一处如是，千处亦然。”僧乃插手近前，应诺一声。师曰：“更不信，更不信。”
僧问：“如何是大产其人？”师曰：“尊重礼拜。”曰：“如何是大精进人？”师曰：“回汝嗔恚，其后莫知所终。”松月圆禅师，松月圆禅师，一阙人也，姓李氏，又遂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立贤居寺，习提尼无懈，后夜安国师，顿悟玄旨，遂补如鱼跃之旁悟。一日，有一人峨冠酷者徒假反而至，从者极多，轻不疏徐，称叶大师。师睹其形貌，其尾非常，乃誉之曰：“善来人者胡为而至？”彼曰：“师名使我邪？”师曰：“吾观佛与众生等，吾一目之，岂分别邪？”彼曰：“我死曰神也，能生死于人，师安得一目我哉？”师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是身与空等，是吾与汝等，汝能坏空于汝乎？苟能坏空即汝，吾则不生不灭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无邪？”神机首曰：“我亦聪明正直于于神，据知师有广大知识辩乎？愿受以正戒，令我度世。”师曰：“汝既起戒，即即戒也，所以者何？戒外无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闻盲昧，只求师戒我身为门弟子。”师即位张坐，秉如正己曰：“复汝五戒，若能奉持，即应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谨受教。”师曰：“汝能不淫乎？”曰：“我亦取也。”师曰：“非为此也，为无罗欲也。”曰：“能。”师曰：“汝能不道乎？”曰：“何乏我也，焉有道取哉？”师曰：“非为此也，为享而弗淫，不恭而获善也。”曰：“能。”师曰：“汝能不杀乎？”曰：“实思其病，焉曰不杀。”师曰：“非为此也，为有烂物一混也。”曰：“能。”师曰：“汝能不忘乎？”曰：“我正直，焉有忘乎？”师曰：“非为此也，为先后不合天心也。”曰：“能。”师曰：“汝不遭九拜乎？”曰：“能。”师曰：“汝上是为佛戒也，又焉以有心奉持而无心居止，以有心为物而无心想身，能如是，则先天得生不畏惊，后天地死不畏老，终日变化而不畏动，必尽寂寞而不畏休。信此则虽取非妻也，虽想非取也，虽秉非权也，虽坐非故也，虽醉非也。若能无心于万物，则罗欲不畏淫，福淫或善不畏道，烂物一混不畏杀，先后为天不畏妄，荒颠倒不畏罪，是谓无心也。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心，无佛无众生，无汝即无我，孰谓戒哉？”神曰：“我神通亚佛。”师曰：“汝神通十具五能五不能，佛则十具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毕席，跪起曰：“
可得闻乎？诗曰：汝能立上帝东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诗曰：汝能夺得戎五岳而结四海乎？曰：不能。诗曰：是谓吾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事，而不能即灭定业。佛能知群有性，穷一劫事，而不能化导无缘。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是谓三不能也。定业亦不老久，无缘亦是一期，众生界本无增减，更无一人能主其法，有法无主，是谓无法；无法无主，是谓无心。如我解，佛亦无神通也，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耳。神曰：我成浅昧，未闻空意，师所受戒，我当奉行。今愿报慈德，效我所能。师曰：无关身无物，观法无常，快然更有何欲邪？神曰：师必命我为世间事，斩我小神功，时以发心出发，心未发心不信心，必信心无等人目我神宗，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师曰：无为是，无为是。神曰：佛亦是神护法，师名挥汉佛邪，愿随意垂慧。师不得已而言曰：东延四之上，猛然无数；北秀有之而背非平庸。汝能以北数于东岭乎？神曰：以闻命矣。然昏夜必有宣动，愿师无害。即作礼辞去。师门送而且观之，见一位威仪，如王者之状，蓝矮烟霞，分轮间错，状幡环佩，凌空隐没烟，其息国有暴风吼雷，奔云彻变，洞宇摇荡，宿鸟声喧。师谓众曰：无不，无不。神与我气矣，结旦何计？则北岩松瓜尽一东岭，森然行直。师谓其徒曰：无眉后无另外之，若未口实，人将邀我。以开元四年丙辰，遂主门人曰：吾始居四东岭，吾灭汝必至吾海于彼，言气若尾退焉。吾祖下三世嵩山寂禅师法寺中南山为正禅师，中南山为正禅师，平原人也，姓周氏，授业于本州岩和寺全城法师，得法于嵩山普济禅师，即入太一山中，学者迎士，唐文宗好事格里，沿海官吏先持递进，人亦劳之。一日欲传中有过不章者，帝以其意，即焚香祷之，乃开见菩萨行仪，饭香具足。帝遂铸以金素檀香盒，赋以梅锦，赐青山寺，令众僧瞻礼。因问群臣：思何祥也？或奏太一山为正禅师深明佛法，博闻强记，启诏问之。帝即颁诏，师至。帝问其事，师曰：臣闻物无虚应，此乃启陛下之信心耳，故弃经云：应以此身得度者，即现此身而为说法。帝曰：菩萨身已现，且未闻说法。师曰：陛下独此未尝邪？
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昔其之事，朕深信焉。师曰：陛下以文说法敬。皇秦曰：女德未曾有。召天下寺院各立观音像，以达书修。刘师于内道场，类辞归山。诏令祝圣寿寺。至武宗即位，师忽入终南山隐居。人问其故，师曰：吾必愁矣。忠厚为收舍利49例，而建塔焉。破道堕和尚法寺嵩山俊吉禅师，嵩山俊吉禅师。僧问：如何是修善行人？师曰：严加带锁。曰：如何是作恶行人？师曰：修禅入定。曰：谋假浅机，请师指指。师曰：汝问我恶，恶不从善；汝问我善，善不从恶。僧良久，师曰：会魔。曰：不会。师曰：恶人无善念，善人无恶心，所以道善恶如浮云，俱无起灭处。僧于言下大悟，后破道堕文具，乃曰：此子会尽诸法无生。五祖下四世一周无相禅师，法寺宝堂无住禅师，一周宝堂寺无住禅师，初得法于无相大师，乃居南阳白崖山，专务宴祭，经累岁，学者见智，勤请不已，自此垂慧。虽广演言教，而唯以无念为宗。唐相国杜洪坚出府坤为，闻师名，思衣瞻礼，遣使到山延庆。时节度使崔宁亦命诸寺僧徒远出，迎引至空慧寺。时杜公与荣率召三学硕德聚会寺中，治礼器。公问曰：弟子闻今和尚说无意无念莫忘三句法门，是否？师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师曰：无意明戒，无念明定，莫忘明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后句妄自莫是从心之妄乎？曰：从女者是也。公曰：有句否？师曰：法句经云，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公闻一情荡然。公又问：师还以三句是人否？师曰：初心学人，还令息念，澄庭石浪，水清影现，物无念体，寂灭现前，无念亦不立也。于石庭树压明。公问：师闻否？师曰：闻。压去矣。又问：师闻否？师曰：闻。公曰：鸦雀无声，云何言闻？师乃普告大众曰：佛事难直，正法难闻，个个谛听，闻无有闻，非观闻性，本来不生，何曾有灭？有生之时，是生尘自生；无生之时，是生尘自灭。而此闻性，不随生生，不随生灭。悟此闻性，则免生尘之所转。当知闻无生灭，闻无去来。公与了数大众讥受，又问：何名第一义？
第一义者，从何四地得入？师曰：第一义无有四地，亦无出入，是第一切有。第一义即无，诸法无性性说，名第一义。佛言有法名俗地，无性第一义。公曰：如师开示，实不可思议。公又曰：弟子性实微浅，悉因公暇，撰得起信论章书两卷，可得称佛法否？师曰：夫造章书，皆用实心，思量分别，有为有作，起心动念，然可造成。据论文云：当知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共这言说相，这名字相，这心缘相，即这种种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礼曰：弟子亦曾问诸供奉大德，皆赞弟子不可思议，当知彼等但逊人情。师今从理解说，何心地法，实是真理不可思议。公又问：云何不生？云何不灭？如何得解脱？师曰：见净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灭，既无生灭，即不被前尘所缚，当处解脱。不生名无念，无念即无灭，无念即无缚，无念即无脱。举要而言，实心即离念，见性即解脱。离实心见性外，更有法门证无上菩提者，无有是处。公曰：何名实心见性？师曰：一切学道人，随念流浪，盖未不识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顺生，念灭亦不依计，不来不去，不定不乱，不取不舍，不审不服，无为无相活，平常自在此心体，毕竟不可得，无可知觉，触目皆如，无非见性也。公与大众作礼称赞，悦而去。师后居宝堂寺而终。六祖大建禅师旁出法寺西域觉多三藏，西域觉多三藏者，天竺人也，于六祖言下器物。后有五台，见一僧结安静坐。师问曰：孤坐西位？曰：观静。师曰：观者何人？静者何物？其僧作礼，问曰：此礼何如？师曰：汝何不自观自净？彼僧茫然。师曰：汝出谁门邪？曰：秀禅师。师曰：我昔女亦道罪下种者不堕此见，兀然空坐，余道何意？其僧却问：师所师者何人？师曰：我师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觉其真要？其僧即往三六祖。六祖垂慧，与师符合，僧即误入。师后不知所终。韶州法海禅师，韶州法海禅师者，曲江人也，初见六祖，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止欲。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无若据说，穷劫不尽。听无忌曰：即心明慧，
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悟此法门，犹如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师信受，以记赞曰：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吉州至诚禅师，吉州至诚禅师者，本州太和人也。初三秀禅师，后因两宗圣化，秀师徒众往往讥南宗曰：“能大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身悟上乘，无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赴一法，岂徒然哉？吾所恨不能远去亲近，须受国恩。汝等诸人无至于此，可往曹溪质疑。他日回，当为吾说。诗文词语，礼词至稍扬，随众三庆，不言来处。”十六祖告众曰：“今有道法之人，遣在此会，师出礼拜，具陈其事。”祖曰：“汝师若为示众。”师曰：“常指会大众，令住心观境，常坐不卧。”祖曰：“住心观境，是并非禅，常坐居身，与理何异？”听无忌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原是臭骨头，何谓立功过？”师曰：“为沈大师以何法会人？”祖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狂儒，暂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听无忌曰：“一切无心自性见，一切无爱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师闻即悔谢，即是依归，乃成偈曰：“五蕴幻身，幻何究竟？回去真如，法还不净。”扁担小了禅师，扁担山小了禅师者，传记不载。为北宗门人呼雷城禅师撰塔碑盛行于世，其略曰：“师住扁担山，号小了，六祖之鼻似也。师得无心之心，了五香之香。无香者森罗炫目，无心者分别释然，觉一言一想，想莫可传，传之行矣。言莫可穷，穷之非矣。师得无无之无，不无于无也。无今已有有之有，不有于有也。不有之有，去来非增，不无之无，灭非灭。呜呼！师住是西曹西明，师即灭西法周清，师坦无说西还与营。师是迷途西了一程，扁担山色垂姿色，空谷幽流小了名。洪州法达禅师，洪州法达禅师者，洪州丰城人也。七岁出家，诵法华经，进具之后，礼拜六祖，头不至地。祖喝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运习何事邪？”师曰：“念法华经以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精义，不以为胜，则与无邪行。汝今复此事业，都不知过。”听无忌曰：“离本折那状，投息不至地，由我罪极生，王公福无比。”祖又曰：“汝名甚魔？”对曰：“名法达。”祖曰：“汝名法达，
何曾达法？复说偈曰：汝今明法达，秦宋未修歇，空诵但群生，明心好菩萨。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诗文记悔过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唯愿和尚大慈，略说经中义理。祖曰：汝念此经，以何为宗？师曰：学人愚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去？祖曰：汝是为吾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师即高声念经，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为一大事，一大事即佛之见也。汝慎勿错解经义，见他道开示误入，自是佛之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以具之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之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体。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沉静，外缘内扰，甘受驱使，便劳他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之见，汝但牢牢执念，未攻克者，何以牛爱为也？师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邪？祖曰：经有何过？岂仗汝念？只为迷误在人，损益有汝。听吾偈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久不明矣。与意作仇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惧不济，常遇白牛车。诗文记再起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度量，尚不能测于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明佛之见，自非上根，未免一谤。又经说三车，大牛之车与白牛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宣说。祖曰：经义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一尽思共推，转加玄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无二亦无三，汝何不省三车是假？未昔时故，一成事实；未今时故，只教你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真才，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复想，亦不作思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持也。师既蒙启发，越欢喜，以记赞曰：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止，明歇泪生狂，羊鹿牛犬舍，初中后善扬，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后方可为念经僧也。师从此灵智，亦不辍诵持。
寿州智通禅师，寿州智通禅师者，安丰人也。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拜六祖，求解其意。祖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无忌曰：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吾今为汝说，地信永无迷，莫学实求者，终日说菩提。师曰：四智之意，可得闻乎？祖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邪？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也。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偈曰：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空，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凡清永处那家定，转时未至者，交中云：转前五十未成所作智，转第六十未妙观察智，转第七十未平等性智，转第八十未大圆净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师礼谢，以记赞曰：三身原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容无碍，应物任随行，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经，妙指因知晓，中王污染明。江西智彻禅师，江西智彻禅师，姓张氏，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敌我，而徒女敬起爱增。时北宗门人自立秀禅师为第六祖，而即大建传一为天下所闻。然祖欲知其事，即至金石两余方丈。时行昌受北宗门人之助，怀任入祖室，将欲加害，祖疏禁而救。行昌挥刃者三，都无所损。祖曰：正见不邪，邪见不正，只负汝心，不负汝命。行昌惊苦，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祖遂与金曰：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一行而来，吾当摄受。行昌禀旨萧顿，投僧出家，具戒精进，一日一祖之言，远来礼敬。祖曰：吾久念于汝，汝来何晚？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于深恩，其为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经，为小常无常意，岂和尚慈悲？略未宣说。祖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恶一切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为经文。祖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
祖曰：“念经，无昔者听尼吾尽藏读诵一遍，便未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是未入。”中无二说曰：“学人识良浅昧，愿和尚委屈开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甚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无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心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故无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意也。佛彼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即无常，共成八道，故于涅了一交中，破彼天见而现，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境。汝今一言未易，以断灭无常，即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缘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说偈曰：因守无常心，佛言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由春池实力，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见前，非师相授予，我亦无所得。祖曰：汝今彻也，一明至彻，施礼谢而去。信州至常禅师，信州至常禅师者，本州贵溪人也，调年出家，至求见性，一日三六祖。祖问：汝从何来，欲求何事？师曰：学人尽理大通和尚，蒙是见性成佛之意，未觉狐疑，至吉州与人指迷，令投和尚，福愿垂慈摄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是举叹，吾与汝证明。师曰：初到彼三月，未蒙开示，以为法切，故于中夜读录方丈，礼拜哀请。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反观自性，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明见性成佛，亦名极乐世界，亦名如来之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觉了，岂和尚智慧令无明智？祖曰：彼师所说，犹存见之，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见依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依法守空之，还如太虚生闪电。此知之见瞥然星，错认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见。师闻记忆，心意豁然，乃述一记曰：无端起之别，这想求菩提，清存一念物，明月息时迷，自性觉缘体，随照往千流，不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广州至道禅师，广州至道禅师者，南海人也，初三六祖。问曰：学人自出家懒涅经仅十余载，未明大义，愿和尚垂慧。祖曰：汝何处未了？对曰：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未乐。于此疑惑，祖曰：汝作魔生疑。对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为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未乐者，为审视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马时，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即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灭之所禁缚，尚不得生，何乐之有？祖曰：汝是世子，何习外道断肠邪见，而亦罪上乘法？据汝所解，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灭常乐，言有身受者，斯乃直令生死，单着是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牵流，不知梦幻虚假，往受轮回，以常乐涅槃为苦相，终日持求。佛名此故，乃是涅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见前，当见前之时，亦无见前之良，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其有一体无用之名，何况更严灭尽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回法，听无忌曰：无上大涅，原名常寂照，凡愚未知死，外道执未断，诸求二乘人，目以无为作，尽属情所寄，六十二见本，妄立虚假名，何谓真实意？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已知五蕴法，即以蕴中我，外现众色相，一一因生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灭解，二边三际断，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结火烧海底，风谷山相击，真常寂灭乐，灭相如是。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诗文记曰：坐礼而退。永嘉玄觉禅师，永嘉真觉禅师，会玄觉，本郡代世子，遂出家，遍探三藏，今天台指观元妙法门，于寺威仪中，常名禅观。后因左西朗禅师激励，与东阳策禅师同一曹溪，出道镇西，绕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师曰：生死是大，无常迅速。祖曰：何不提取无生了无速乎？师曰：体即无生，
诉。祖曰：如是，如是。于是大众无不愕然。师方具威仪三礼，须臾告辞。祖曰：反太素乎？师曰：本自非动，其有素邪？祖曰：谁知非动？师曰：仁者自生分别。祖曰：汝甚得无生之意？师曰：无生岂有意邪？祖曰：无意谁当分别？师曰：分别亦非意。祖叹曰：善哉，善哉，少留衣袖。时谓衣袖绝矣。师翌日下山，乃回温州。学者伏透，整道歌衣兽，及禅宗悟修元志，自遣之身。庆州刺史为敬畿而叙之，成十天，目为永嘉集，并行于世。目道至一第一，夫欲修道，先须立志，即是之一则，张乎鬼训，故标第一，名目道一世，戒奢易第二。初虽立志修道，善持鬼仪，若三夜奢，妄心扰动，可能得定，故四第二，名戒奢易也。静修三夜第三，前戒奢，略标纲要，今仔细检责，令粗过不生，故四第三，明静修三夜，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颂第四，以检责身口，令粗过不生。四须入门修道见次，不出定会五种起心，六种料见，故四第四，明奢摩他颂也。毗婆舍那颂第五，非戒不禅，非禅不会。上既修定，定久会明，故四第五，名毗婆舍那颂也。幽闭一颂第六，偏修于定，定久得甚，偏学于会，会多心动，故四第六，名幽闭一颂等于定会，令不甚动，使定会均等，舍于二边。三成见次第七，定会济君，则济而常照。三观一心，合一不浅，合照不圆。自解虽明，非他为物，物有深浅，故次第七，名三成见次也。是理不二第八，三成物理，理无不穷，穷理在世，了事即理，故次第八，名是理不二，即是而真，用曲道见也。劝有人书第九，是理即容，内心自盈，腹悲远学，虚志寸阴，故次第九，名劝有人书也。发愿文第十，劝有人虽是悲他，专心在一，情犹未复，故次第十，名发愿文，是度一切。复次，观心十门，出则言其法耳，次则出其观体，三则与其相应，四则警其上慢，五则戒其疏怠，六则重出观体，七则明其是非，八则减其权制，九则触图成观，十则妙气玄元。第一言法耳者，夫心性虚通，动静之缘末耳，真如绝律，缘寂之念非殊，或见分持，穷之则为一迹，灵缘不壮，见之则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
一计非议。慧眼之好思存，理良双消，佛眼之公圆者，是以三谛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盘惹之明常照，静智明和，解脱之应随机，非动非恒，圆一之道玄慧，故知三德妙性，玩而无乖，一心深广，难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及心未到者，可谓寻流而得圆矣。第二出其观体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与其相应者，心与空相应，则即毁暂欲，何忧何喜？身与空相应，则刀割相图，何苦何乐？医报与空相应，则失与皆夺，何得何失？心与空不空相应，则爱见都忘，慈悲普救。身与空不空相应，则内同枯木，外现威仪。医报与空不空相应，则永绝贪求，资财给济。心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则实相出名，开佛之见。身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则依尘入正受，诸尘三昧起。依报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则相台宝阁，岩土化生。第四景其上慢者，若不尔者，则未相应也。第五戒其书带者，然渡海应须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须入关，非关无以明心，心尚未明，相应何日？思之物自是也。第六重出观体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无，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无。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无，心不非有，心不非无，是有是无，即堕是非，有非无即堕非，如是指是是非之非，谓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双非或两是，是或非是由是非，又以双非或两非，非或非非即是是，如是是非是非非之是，谓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绵微难见，神清律净。细而言之，第八减其全职者，然而至理无言，假闻言以明其旨，旨中非观，借修观以会其中，若旨之未明，则言之未得，若中之未会，观之未深，深观乃会其中得，言必明其旨，旨中即其明会，言观何得复存邪？第九处图成观者，夫在眼言辞，众标观体，欲明宗旨，无一言观，有逐言疑，疑言则言理无差，改观则观旨不义，不义之旨即理，无差之理即宗，宗旨一而二明，言观明其弄因耳。第十妙气玄元者，夫悟心之事，凝直观而迷止，达交之人，岂至言而获理？理明则言与道断，何言之能义？只会则心行处灭，何观之能思？心言不能思义者，可谓妙气还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是灭，塔于西山之阳。
无相道师。塔曰净光。温州净虚拟玄机，温州净虚拟玄机。唐景云中得度，常习定于大日三时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无去处。燕宣记，岂未达邪？乃往三雪峰。峰问：甚处来？曰：大日山来。峰曰：日出也未。师曰：若出则融却雪峰。峰曰：汝名甚魔？师曰：玄机。峰曰：日知多少？师曰：寸丝不挂。遂礼拜退，才行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脚脱得也。师回首。峰曰：大好寸丝不挂。世传玄机乃永嘉大师女弟，常同游方，以景云岁月考之。是以弟所见雪峰，非真绝存也。永嘉既到曹溪，必领下雪峰也。未想法寺，故复于此。司空本净禅师，司空山本净禅师者，绛州人也，姓张氏，又遂披资于曹溪之事，受祭立司空山无相寺。唐天宝三年，玄宗遣中使杨光庭入山，采长春藤，因到张氏，礼问曰：“弟子慕道思久，愿和尚慈悲，略垂开示。”师曰：“天下禅宗硕学，贤惠经师，天使归朝，足可资觉。贫道微山傍水，无所用心。”光庭气败。师曰：“修理贫道，天使为求佛邪？”问道邪，曰：“弟子是时昏昧，未审佛之语道，其意云何？”师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会道，无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师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无心，佛亦不有。”曰：“云何无心是道？”师曰：“道本无心，无心名道。若了无心，无心即道。”光庭作礼，信受，即回阙庭，具以山中所遇奏闻。即是光庭照师道经，赐住白莲亭。月明年正月十五日，照两阶名僧硕学赴内道场，与师阐扬佛理。时有远禅师者，抗声为师曰：“今对圣上，孝良宗旨，应须直问直答，不假凡辞，只如禅师所见，以何为道？”师曰：“无心是道。”远曰：“道因心有，何得言无心是道？”师曰：“道本无名，因心明道。心明若有，道不虚然。穷心既无，道凭何立？二句虚妄，总是假名。”远曰：“禅师见有身心，是道已否？”师曰：“山僧身心本来是道。”远曰：“是言无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来是道，岂不相违？”师曰：“无心是道，心明道无，心道亦如，故言无心是道。身心本来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即是空，道亦穷源无有。”远曰：“观禅师行智甚小，却会此理。”师曰：
道德只见山僧香，不见山僧无香。见香者是道德所见。经云：凡所有香，皆是虚妄。若见诸香非香，即见其道。若以香为食，穷劫不能见道。远曰：今请禅师于香上说于无香。师曰：净明经云，四大无主，身亦无我，无我所见，与道相应。道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见，穷劫不可会道也。远闻与师色，逡巡必习。师有记曰：四大无主复如水，欲屈逢直无鼻子，净会两处不生心，庸觉何曾有二意？处境但似水无心，在世纵横有何事？复云：一道如是，四道亦然。若明四道无主，即悟无心。若了无心，自然弃道。智明禅师问：若言无心是道，瓦砾无心亦应是道。又曰：身心本来是道，四生十类皆有身心，亦应是道。师曰：道德若作见闻觉知解会，与道悬殊，即是求见闻觉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经云：五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无，见闻觉知凭何而立？穷本不有，何处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砾，名渡口而退？师有记曰：见闻觉知无障碍，声香味触尝三昧，如鸟空中只摸飞，无取无舍无增爱。若会应处本无心，使得名为观自在。真禅师问：道既无心，佛有心否？佛之与道，是一是二？师曰：不一不二。曰：佛度众生，为有心故；道不度人，为无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无二？师曰：若言佛度众生，道无度者，此是道德妄生二见。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虚名，道亦妄立，二句不实，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与道，从是假名。当立名时，是谁未立？若有立者，何得言无？师曰：佛之与道，因心而立，推穷立心，心亦是无，心即是无，即悟二句不实，知如梦幻，即悟本空，强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见解。师乃说无修无作记曰：见道方修道，不见复何修？道性如虚空，虚空何所修？遍观修道者，波火蜜蜉蝣，但看弄傀儡，现断一时修。法空禅师问：佛之与道，俱是假名，十二分交，亦应不实，何以从前尊素皆言修道？师曰：道德错会经义，道本无修，道德强修，道本无作，道德强作，道本无事，强生多事，道本无知，愚中强知。如此见解，与道相违。从前尊素不应如是，自是道德不会，请思之。师有记曰：道体本无修，不修自何道？若起修道心，
此人不会道。气却一真性，却入闹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禅师问，道即假名，佛云妄力。十二分交易世皆五度生，一切是妄，以何为真？师曰，未有妄故，将真对妄，推穷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是假名，二是对治，都无实体，穷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无殊，复是何物？师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经云，无相似，无彼况，言语道断，如鸟飞空。安禅服不知所措。师有记曰，推真真无相，穷妄妄无形，反观推穷心，知心亦假名，会道亦如此，道头亦指明。答性禅师问，禅师至妙至微，真妄双泯，佛道两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实，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时，不可断绝众生善恶二根。师曰，善恶二根皆因心有，穷心若有，根亦非虚，推心即无，根因何立？经云，善不善法，从心化生，善恶业缘，本无有时。师有记曰，善即从心生，恶起离心有，善恶是外缘，于心时不有，舍恶送何处？取善令谁守？伤皆二见人，攀援两头走。若悟本无心，实悔从前就。又有近臣问曰，此身从何而来？百年之后复归何处？师曰，如人梦时，从何而来？睡觉时，从何而去？曰，梦时不可言无，既觉不可言有，虽有有无，来往无所。师曰，贫道此身亦如其梦。师有记曰，是生如在梦，梦里时是闹，忽觉万事休，孩童睡时悟，智者会悟梦，迷人信梦闹，会梦如两般，一物无别物，富贵与贫贱，更无分别路。上元二年归记，大小禅师，婺州玄策禅师，玄策禅师者，婺州金华人也。游方持戒于和硕，有黄禅师者，曾夜黄梅，自谓正受。师之黄所得未真，往问曰，汝作于此作魔？黄曰，入定。师曰，汝言入定，有心邪无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动之类皆应得定；若无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何得定？曰，我正入定时，则不见有有无之心。师曰，既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可有出路？若有出路，则非大定。黄无语，良久问，师似谁？师曰，我师曹溪六祖。曰，六祖以何为禅定？师曰，我师云，夫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
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声，离声禅相，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黄文子说，遂道于陶溪，请觉一意，而祖义与之名符。黄始开悟，之后却归金华，大开法席。河北至黄禅师，河北至黄禅师者，始三无祖，虽常咨觉而寻乎见行，乃往河北结安常坐，积二十余载，不见堕容。后欲测禅师机力，遂往三六祖，祖引其远来，便垂开觉，师于檐下豁然气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业河北谈月世树，忽闻空中有声曰：“黄禅师今日得道也。”后回河北，开化寺众，南阳会中国师。南阳会中国师者，越州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阳白崖山当子谷，四十余次不下山，道行闻于地理。唐肃宗上元二年，侍中使孙朝进赍诏旨赴京，待以师礼，出居千福寺西禅院，即代宗林玉赴迎指光宅经，兰石有六载，随机说法，时有西天大耳三藏道经，云得他心通。肃宗命国师试验，三藏才见师便礼拜，立于右边。师问曰：“汝得他心通那？”对曰：“不敢。”师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魔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净度？”良久，再问：“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魔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脚上看弄猢狲？”师良久，复问：“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魔处？”唐往侧。师斥曰：“这也胡经，他心通在甚魔处？”唐无对。僧问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为甚魔不见国师？”山曰：“前两度是摄净心，后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见。”又有僧问玄沙，沙曰：“汝道前两度还见魔？”玄觉云：“前两度见，后来为甚魔不见？且道厉害在甚魔处？”僧问赵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见国师，为甚国师在甚魔处？”周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后问玄沙：“既在鼻孔上，为甚魔不见？”沙云：“只为太近，一日幻视者，者应诺。”如是三照三应。师曰：“将为无辜负汝，却是汝辜负吾。”僧问玄沙：“国师幻视者，亦作魔声？”沙云：“却是逝者会。”云居西云：“且道逝者会不会？若道会，国师又道汝辜负吾；若道不会，玄沙又道却是逝者会。且作魔声商量。”玄觉只问僧：“甚魔处是逝者会处？”僧云：“若不会，征解任魔应。”玄觉云：“汝少会在。”又云：“若于这里商量得去，便持玄沙。”僧问法眼：“国师幻视者亦作魔声？”眼云：“且去，别时来。”云居西云：“法眼任魔道，为复明国师意。”
不明国师意。僧问赵州，国师幻视者亦作魔声。赵州云，如人按理书字，字虽不成，文采已彰，南拳道三。师问甚魔处来，曰江西来。师曰还将得马师真来否，曰只这事。师曰背后底龙，南拳变修，长庆冷云，大寺不知，宝福斩云，几不到和尚此间，云居西云，此二尊素尽伏背后，只如南拳修去，未当伏面前，伏背后，马骨道三，绕禅床三匝，振膝而立。师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古又振膝。师次曰这也胡经出去。上堂禅宗学者应尊佛语，一成了意，气自心源，不了意者互不相许。如师子身中虫，夫为人师若设名利，别开一端，则自他何意。如是大将今府不伤其寿，相相所负，非驴能堪。僧问若未得成佛去。师曰佛与众生一时放却，当处解脱，曰作魔生得相应去。师曰善恶不思，自见佛性，曰若未得正法身。师曰月毗卢之境界，曰清净法身作魔生得。师曰不得佛求耳，曰阿那个是佛。师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烦恼否。师曰烦恼性自离，曰岂不断邪。师曰断烦恼者即明二乘，烦恼不生，明大灭。曰坐禅看境，此复若未。师曰不垢不净，明用起心而看境相。问禅师见十方虚空是法身否。师曰以想心取之，是颠倒见。问即心是佛，可更修万行否。师曰诸圣皆具二言，岂波无因果邪。又曰我今达入穷劫不尽，言多去道远矣，所以道说法有所得，思则也甘明，说法无所得，是名狮子吼。上堂青罗银元，直上寒松之顶，白云淡炫，出没太虚之中，万法本闲而人自闹。师问僧近离甚处，曰南方。师曰南方之士以何法是人，曰南方之士道一朝烽火散后，如蛇蜕皮，如龙换骨，本而真性，宛然无坏。师曰苦哉苦哉，南方之士说法半生半灭。曰南方之士即如是，为审和尚此间说何法。师曰我此间身心一如，身外无余。曰和尚何得将炮换之身同于法体。师曰你为甚魔入于邪道。曰甚魔处是某甲入于邪道处。师曰不见教中道，若以色见我，
以因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南阳张行者问：成和尚说无情说法，某甲未起其事，岂和尚垂事？师曰：汝若问无情说法，解他无情，方得闻我说法。汝但闻取无情说法去。曰：只曰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无情因缘？师曰：如今一切动用之中，但凡圣两流都无少分，起灭便是初时，不属有无，自然见觉，只闻无其情实系直。所以六祖云：六根对境，分别非实，有僧道三理。师问：运何事业？曰：讲《金刚经》。师曰：最初两字是甚么？曰：如是。师曰：是甚么？僧无对。有人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诸法不相道，当处解脱。曰：任魔即断去也。师曰：向汝道诸法不相道，断甚魔？师见僧来，以手作圆香，香中书日字。僧无对。师问本净禅师：汝以后见其客言语如何净？曰：无一念心爱。师曰：是汝屋里事。肃宗问：师在曹溪得何法？师曰：陛下还见空中一片云魔？帝曰：见。师曰：钉钉着，悬挂着。帝又问：如何是石身钓鱼？师乃起立曰：会魔。帝曰：不会。师曰：与老僧过净瓶来。帝又曰：如何是无证三昧？师曰：弹月踏皮炉顶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师曰：默认自己清净法身。帝又问：师都不是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师何以殊不顾事？师曰：还见虚空魔？帝曰：见。师曰：他还打目视陛下否？于君龙问：师住白崖山，十二时中如何修道？师唤童子来。魔顶曰：星星直言星星，粒粒直言粒粒，以后莫受人骂。师与子供奉论议。师生坐。奉曰：请师立意。某甲破。师曰：立意静。奉曰：是甚魔意？师曰：果然不见，非公境界。便下坐。一日，师问子供奉：佛是甚魔意？曰：是觉意。师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师曰：用觉作魔？奉无对。奉问：如何是实相？师曰：把将虚底来。曰：虚底不可得。师曰：虚底尚不可得，问实相作魔？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文殊堂里万菩萨。曰：学人不会。师曰：大悲千手眼。师以化缘将毕，灭时至，乃辞戴宗。戴宗曰：师灭度后，弟子将何所记？师曰：告谭月道取一所无逢塔。弟曰：旧师请取塔样。
师良久曰：“会魔。”帝曰：“不会。”师曰：“贫道去后，有事者应真，却知此事。”启诏问之。大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又携长榜塔于当子谷，大正禅师代宗后赵应真问前语。真良久曰：“圣上会魔。”帝曰：“不会。”真恕祭曰：“相之南，谈之北，中有黄金冲衣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何得神会禅师？西京何得神会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高氏，年十四为沙弥。夜六祖。”祖曰：“知识远来大艰辛，将本来否？若有本则何？”始主是说叹。师曰：“以无助为本，见机事主。”祖曰：“这沙弥争何取赐予？”便道。师于上下思维曰：“大善之事，历劫难逢，今既得遇，岂惜身命，自此给事。”他日，祖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师乃出曰：“是诸法之本源，乃神会之佛性。”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师礼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后设有把毛盖头，也只成得个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受记人中不错，如今立知解未宗，即何得也？”师寻往西京受戒，唐景龙年中，却归曹溪，越大藏经于内，六处有疑，问于六祖。第一问：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从何处修？慧因何处起？所见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将戒戒其行，性中常会照，自见自知身。”第二问：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有今无，无何物？诵经不见有无意，真似骑驴更逆驴。祖曰：“前念恶业本无，后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后待人天不久，汝今正听无言，无即本无今有。”第三问：将生灭灭，将灭灭却生，不了生灭意，所见似龙盲。祖曰：“将生灭却灭，令人不知性；将灭灭却生，令人心离境。未及离二边，自除生灭病。”第四问：先顿而后见，先见而后顿，不悟顿见人，心里常迷闷。祖曰：“听法顿中见，悟法见中顿，修行顿中见，正果见中顿。顿见是常因，悟中不迷闷。”第五问：先定后会，先会后定，定会后出，何生为正？祖曰：“常生清净心，定中而有会，于定尚无心，会中而有定，定会等无先，双修自心正。”第六问：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根源，岂从何处出？祖曰：“说即先佛而后法，听即先法而后佛。若论佛法本根源，一切众生心里出，
祖灭后20年间，曹溪顿止沈废于荆吴松岳，剑门盛行于秦洛。师入京，天宝4年方定两宗，南能顿宗，北秀建交，乃得显宗迹，盛行于世。一日相亲至，报二亲王。师入唐白垂曰：“父母俱丧，请大众面摩诃盘惹。”众才急，师便打垂曰：“劳烦大众。”师于上元元年俨然而化，塔于龙门。六祖下二世南阳中国师法四丹元应真禅师及周丹元山应真禅师。为国师侍者时，一日国师在法堂中，师入来，国师乃放下衣足，师见便出，良久却回。国师曰：“是来意作魔生。”师曰：“向阿谁说即得？”国师曰：“我问你。”师曰：“甚魔处见某甲？”师又问：“百年后有人问，即得是如何？”国师曰：“性自可连生，需要觅个护身符子作魔。”翌日，师携篮子归方丈。国师问：“篮里甚魔物？”师曰：“青梅。”国师曰：“将来何用？”师曰：“供养。”国师曰：“卿在征摊供养。”师曰：“以此表现。”国师曰：“佛不受供养。”师曰：“某甲只认魔，和尚如何？”国师曰：“我不供养。”师曰：“为甚魔不供养？”国师曰：“我无果子。”百丈海和尚在乐坛山千车寺。师曰：“车在这里，牛在甚魔处，杖着额。”师乃是木马古问：“十二面观音岂不是圣？”师曰：“是。”马古与师一国。师曰：“降汝未到此境。”国师会日设斋，有僧问曰：“国师还来否？”师曰：“未惧他心。”曰：“又用舍斋作魔？”师曰：“不断是地，何得会禅师法寺蒙山光宝禅师以水蒙山光宝禅师，滨州人也，姓周氏，初夜何得？”则谓之曰：“汝名光宝，名已定体，宝即即有，光非外来。纵汝易用而无少乏，长夜蒙照而无间歇，汝还信否？”师曰：“信则信矣。为沈光之余宝，同邪异邪？”则曰：“光即宝，宝即光，何有同异之名乎？”师曰：“眼耳缘声色识，未复抗行，未有回护。”则曰：“抗护且至，如是何法为声色之体乎？”师曰：“如师所说，即无有声色可得。”则曰：“汝若了声色体空，亦信眼耳诸根，即与凡与圣平等如幻，抗行回护，其理昭然。”师由是领悟，礼辞而去。初隐以水蒙山，于唐元和二年元祭，六祖下三世四世不列张四六祖下五世遂周元禅师法寺归封宗密禅师中南山归封宗密禅师者，果州西冲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条衬通如书，官遂判试点。唐元和二年将复共举，偶造元和尚法席，欣然气会，
岁求嬉戏，当年进去。一日，随众僧斋于府历任官家，居下位以四受经，得圆觉十二章，览位中轴，感悟流涕，归以所悟之旨告于元。元府之曰：“汝当大弘圆顿之交，此诸佛受汝耳。行矣，吾自至于一于也。”师涕涕奉命，礼辞而去。因夜经南中禅师，南印中曰：“传教人也，当宣导于地都。”复见洛阳赵禅师，奉国神诏，诏曰：“菩萨人也，谁能识之？”寻底相汉，因病，僧父华严书即上都城关大师之所传也。师未尝听习，一览而讲，自心所欲，曰：“向者诸师数作，罕穷绝志，未若此书。词源流畅，幽则焕然。吾禅遇南宗，交逢圆觉，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轴之中，一天朗耀，今复偶资绝笔，庆结于怀。既讲中，思见书主，实属门人太公断臂酬恩。师先机书上书主，遥续师资，往复庆位，寻太公全损，方随事至上都，执弟子之礼。”官曰：“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汝乎？”师与官之事，为日新其德，而任全职相之幻勇王矣。北游清凉山，回住县草堂寺，未几，复入中南归风兰若大河中止路内，四子一地类问法要，朝事归目，为相国陪公修，深入唐奥，受教为外户，师以禅教学者互相非会，遂着禅园诸权，写录诸家所述，全表禅门根源道理，文字俱记，即为一藏，或云一百卷，以遗后代。其都序略曰：“禅是天竺之语，句云禅纳，此云思维修，意云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缘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为禅。此性是禅之本源，故云禅缘，亦名禅纳。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禅理，忘情弃之是禅行，故云理行。然今所及诸家数作，多谈禅理，少说禅行，故且以禅缘。”